好了，让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一张地图潜艇。那么担任潜伏者的话是重庆 MG， 担任保卫者的是齐鲁电竞。这个导播哥哥可以把那个上面哎改一改了。对。率先的话，哇，苏洛这个 AK 的话来这边刚了一下，也打掉了泼水。其实一直都是之前的这个安徽 MG 和这个重庆一直是有时候在对打，其实一队和二队的话，一队的话属于是一个安徽 MG， 当时觉得实力还蛮强的，也是在 TJ 的时候突然就是运气不好吧，也是被打掉了，直接是连八枪都没有进。对，那么其实我们有说到啊，像重庆 MG 这边挺擅长于打潜艇这张地图的。嗯，是的。看一下齐鲁电竞 LG 这边有没有做一些应对啊？这边尾山的话，第二时间狙掉了苏洛，在前天的比赛我没有看到，其实博也是有拿狙的。那我这样看的话，齐鲁电竞这边是可以有三个人拿狙啊？是的，我觉得起双狙战术可以，会不会起三狙战术？三狙可能性比较小，小小小，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啊。对，然后这边也是打得特别慢。我、哦、嗯，这边正好有个时间差，抓住了管道的萧丁文。萧丁文的话，他是属于一个单点自由人的游走的一个一个位置。是的，对，也是大家对对手也是大家特别了解啊，因为萧丁文在潜艇这张地图真的是特别热衷于走管道。是的，这边第二时间摸到了 A 区，反正是没有人的。对，哎，看一下李思君要往上摸吗？我现在被打了两枪，哇，直接是打了一枪头被打掉。对，二打四，看一下刘浩南和伟山的这个残局。伟山是在段这边大楼梯的位置，哇，一枪被打掉，只剩下刘浩南了。那一打四这个太难了，被锁定了一个，直接被转头潇潇的手枪爆掉。对，潇潇这个选手吧，除了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可能说他的这个残局或者说是这个经验啊，没有那么的足。但是我说实话，就他们也现在已经不是属于很非常年轻的一个选手了。嗯，就是他在 TJ 其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了。对，第一时间的话，一个必控的一个前顶。啊，齐鲁电竞这边打得很自信。我们看一下，现在也是齐鲁电竞这边也是牢牢的站住了 B 控的位置。这边的话属于把段梦换成了潇潇，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三个，嗯、刚才说四个，依旧是叶枫和艾灸的一个组合啊。哎，这边选择一波清 B 控，但这边左右双卡这就很难受了呀，因为你也没有打道具。是的，是以属于一个第二时间什么想打个出其不意。对。但其实，在 B 控这个位置的话，你要反清的话是，这个白是必须要打的。对，撤了。第二时间的白打了还不错，但是没有补上来。哇，两个大残，心累。哦，人家迅速躲了回去，只剩刘浩南啊！哇，刘浩南已经杀掉两个，但这边的话，哎，就是个残血。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两个也是牢牢的守住了 B 控啊。是的，刘浩南属于一个小将，看看他这个发挥，他想如何去打这个残局，但是现在已经被发现在家里了。嗯，位置也是被锁定。是的。哎，听到声音了，炸一下右边。哇，是个雷！哇，这个雷，绝望雷，真的，还炸到自己好像。对，哦。真的属于一个绝望雷。这边是没有办法的 ，B 控双卡。现在是二比零，其实我们有看到第一天EMG 这边打潜艇这张地图的时候，他们是特别擅长于打一二门这个位置的。嗯，但我们今天有看到可能就前两把开局的话是还没有采用这个战术啊。是的，感觉还是在试探中吧。这边小小也架到了管道，防止这边管道上人看一下的这个上管道，看一下萧丁文这把的话会不会上到啊。依旧看到萧丁文是在外场在徘徊啊，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不过这边看了对这个 A 比较感兴趣了，管道有可能会上。嗯，哎，打中了，打中断了。大楼梯有一个是在防着
屁股来。哇，这边很聪明啊，叶枫，但是一换一还好，对，一换一。苏果这边打掉萧立文，我李思俊这边一个双杀，直接来到了 B 区。混着个烟雾。3-2。那么肖肖其实是在有一个看那个 A 空的一个位置，也是选在一二门的话，这边叶枫被打掉以后是一个漏点啊。是，哇，这边还在蹭，李思俊蹭点血量，被白以后直接穿死。对，这把打了就是还蛮精彩的。嗯，可以看得出来 EMG 这边呢是有一些战术和套路的。是的，这边庆幸的配合还没丢。因为第一天的比赛让我看有点头疼啊，这场的话我觉得还好，真的这个状态回来一点点了。嗯，就是先不论输赢。然后这波的话，齐鲁奠定是选择了一波前压，但是并没有好效果。对，因为这边 EMG 这边也是，也是有防范心理了嘛，防着你前压。只剩下博野被我先打掉，2-2。这小小第一时间狙掉了伪善。其实还挺想看潇潇和伪善之间一个对决，我觉得就是个人看了两个选手看这么长时间啊，确实觉得可能潇潇这个他的反应力啊，确实会比伪善好一那么一点点，但是伪善确实经验比他多。嗯。然后博野的话是在一个 A 门的一个双杀，是的，很包又被打掉了，对，很厉害的包是正好是卡在这里，很难去捡了。对，哎，还有一个，哇，破出了一个双杀。那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等你，要凑吗？哦，还是没有办法，强太多了，三个枪对着你。是的。那么双方的话打的还是很纠结，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支队伍的话实力差的真的不是那么多啊。嗯，而且其实潜艇这张地图还是比较小的，对于潜伏来说还是占那么一点点光的，可以拿点这个主动权，嗯，去打一波啊，快攻什么样，对手打措手不及还是比较容易，也是容易去漏点。对。所以说其实看的这个这边攻守的话看的最多还是这边前方的一个怎么去打。嗯，好，小小也是在这边是 A 大 T 压上来了，聚掉了 A 门 的可以看得出来小小这名狙击手真的打得特别灵活，也是一个特别放肆，就是他不是那种很稳的狙击，就是属于突然一下比较放肆的那种，然后反应又很快，对，莫名其妙就把你打了。所以说这个小小这把狙还是要防一下他的。看一下 EMG 这边是应该，哎呦，这颗雷还好，好没炸到自己。是的是的，还在徘徊，还没有选择好要不要下一颗白，没选择清，这颗白的话反正有点浪费感觉。对啊，破水是来到了管道。哎呦，哇，这么多啊，哇，你是慧烟王啊，这破水真是什么都没看到，真的对，没有看到，然后死了两个。那我现在伪善的话也是在这个 A 小 T 的这个位置，好像并没有取到什么优势啊，两把在这个位置都是被打掉。是的，两个人选择了这个第一时间把这个后大楼梯清掉了啊，小楼梯的话就直接去两个人一起瞄就好了，但是哇，博野的枪非常的刚。哎呦，我都是这很可惜啊，像这边叶枫也是被打头了，博野也是被打头了。是。两个残血。对，刚才的话就是这边 EMG 这边没做好同步啊，没有一起拉出来。是的。4-2。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嗯。哎，这边苏洛已经偷偷摸在了一层了。哇，这边外场补过来，小林威一个双杀。对。萧敬文的话个人实力也是特别强，但是好像是在这几场比赛的话可能他是萧敬文是作为对个队里的指挥是吗？对对。哦，对，他可能是有分心啊。嗯。但有的时候也是毕竟是线上比赛嘛，有的选手那是线下型选手。确实是。哇，又来到了他熟悉的管道。
给他消消去看看他搜到这个点了。嗯，其实我觉得在管道里面藏着也挺好的。是，没毛病。哇，没有搜。是的，这就是属于比较偏向于有点年轻了。对。4-3。哇，这边这七路蝶影打的真的是很激进啊，这是把把都压你逼控吗？那这波的话效果还不错。哇，全是头啊。又剩下破车和伪善。我现在也在防着，但是这边又是掉包了，哎呀这两个人难受了。哦，但是保护者应该哦没选择去守这个包。那其实看来战术还是挺多变的，是很有意思。嗯，那我现在是也是拿到了包了，看一下这边应该要再等一下抽人。还要再卡一下。哎，哇，泼水这个枪真的是秒。嗯，哇，这个点好危险。对，直接被二楼打死，也没注意到，也是没有意识到二楼是有人的。是的，那是放着泼水进去玩，然后呢围上也帮他看屁股。哎呦，完了。哎呦，哇，我想说是不会漏了，真的这个再漏一下我觉得调皮了。他以为能跳过去嘛，因为毕竟是一个狙，但是这边尾山的狙也是特别的精准啊。是，这边潇潇也是很诡异啊，在这个外场的贴这个，哎呦，呀呀呀呀呀！哇！其实尾山只要露一点声音的话，潇潇应该就会直接拉出来打了。嗯。这样的话，哎，露声了。时间不够了，而且前后都有人。哦、又一个，就看那么，我感觉应该没有意识到是在这个位置。哇，差一点点。是的，啊，潇潇这边也是真的很稳啊，贼稳，真的。对，五比三。其实还是防了一下这个逼控的前顶啊。对，然后直接拉了出来，这一个双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哇，这边直接开车了。对，其实上半场的话比分还是大家双方都可以接受吧。嗯，5-4，还属于一个，我觉得双方就属于一个练习和试探的一个过程吧。还让我自己感觉还不错，就是比前天这个 EMG 的状态要好得多了，这个没有出现一些特别小的那种失误啊之类的，那些细节还是注重了一些的。而且是看到对方其实包括小小特的发挥也是蛮不错的。整个阵容的话，秀电竞 LG 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他们的前顶非常准。对，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七路电竞这边保卫者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是有多大的一个套路啊，比较被动嘛。对，他没有多大套路，但是七路电竞这边的枪法也是有发挥啊，然后几次前顶都有不错的收获。那么其实我没有看到 EMG 这边今天打的话好像对一二门好像这个打的不是很多了，好像是针对避控的反清，好像是对多了一些啊，也是应变能力特别强。其实我就特别看好他们打一二门的一套战术啊，也特别的精彩。我这应该是打了一把吧？对，这场比赛也打了一把。那把其实我也确实觉得蛮精彩的，确实是。嗯，然后看一下攻守互换吧。前方为七路电竞 LG， 保卫者是重庆 EMG。应该是让四刀来排下点，已经来到了这个逼控的位置，也是一个逼控的双加。嗯，烟雾也是特别的浓。是的，但是这边并没有选择去排点，留了逼控的一个人去做骚扰。对，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他这边又迅速转点来到了 A 点。哦，李思俊这个位置比较关键了。哎呦，实在是打掉了刘浩南。啊，阿九这边
应该是打掉来探点的萧定文。对，哇，这边给人感觉很难受啊，真的是大家保卫者是选择是大家一起去探个点，但都被打掉。嗯，是的，神枪毁扇，哎，一个，没办法，对。下半场这边修电鸟，而且瞬间拿到一分。这边七路电竞打的也不是特别急，我就卡你的点，但是 EMG 这边是着急探点，一个一个被打掉，然后第二分的话还是选择了一个避控前顶，是的，没事，迅速的一个缩。哇，哎呦，我的天哪！但是李思俊是已经来到了外场这个位置，一个，哎，两个，哎，这个是沟通还是侧身？哦，应该是沟通问题，嗯，对，那其他的是又打掉一个。哇，这个潇潇这个狙击，真的只能感叹一下了，真的。二打二，他们现在包的话是带包来到了 A 点，看一下刘浩楠能不能组建。哎呦，一个被补掉，一打一，伪善和苏洛，但伪善是个狙击手。哇哦，这边想拉一下中段，对，这边拉中段，如果说狙击手在这儿，确实是有点吃亏的，嗯。真的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是难舍难分啊！是的，那这边被控，哇，这颗雷哦没有炸到。没事，又是在这个 A 门的位置去掉了苏洛。是的，那这边刘浩南刚跳上去啊就被杀掉，对，枪是没控住。啊，过两个人，应该是有侦察到信息，那一颗白应该是要下。哇，三个人的一个，我的天，哇，这开火车了，真的，呜，真的，我感觉泼水这个名字特别符合他的 ID。哎，我确实应该好像问一下他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确实是他这个泼起来有点吓人。哇，这边的叶枫很难受啊，本来是一个脱屁股的一个选手，但是没想到包已经被枪拆了。对，可以说是这场的这个他们已经看到过两个人情况下，立马选择了一个三个人一个小道的，不是A 小的一个直下，非常的速度非常快，导致那个脱屁股都没脱到。因为这道只下了两个，那么现在伪善这名狙击手在空一直架着，让他们也是。就特别的慌张，不敢轻易过点。嗯，完了，这个伪善遇到这个什么了对手了，真的。但还可以啊，伪善这边还带走一个。是的，小消息现在打了伪善比较难受了。嗯，看一下刘浩南这个位置。哎，听见声音了？应该有听见声音是车内的声音。两个人小，哇塞！三个人的一个，哇 ，A 小的这个潜艇有点猛，直接是把潇潇给拉掉，对，然后 B 区顺势直上，三打三，对，但这个潇潇这个位置也是帮助队友是牵制住了敌人啊，嗯，对，哇，这一颗反牌，哎，高地架给我一个双架，哇，这一来，这两个人是没有配合到啊，对。然后这一波的话 ，LG 这边七路电竞这边打的是特别聪明啊。嗯，是的，一个迅速转点，然后这边潇潇跟，然后也是有跟队友沟通啊，他们都来抓我了，这边抓我，打得特别果断。也是，应该是最后也没有想到小黑屋竟然两个人是高梯价位，对，这个价位我觉得其实也蛮少见的，也是。特别的稳啊，我不会说是我包下了，然后我就是啊，我就去浪啊什么的。对，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夹 B 区。对。那、啊、这边的话，七路电竞这边打的真的是特别的，越打越激进啊。哎呦，没有苏点，也没办法，因为出来的话要看的面太多了，四面八方都是人，不知道该看哪边了。是的，哪边都有人，八比六。感觉下半场的话，突然七路电竞这边把节奏带得快了起来。没错，也是感觉自己非常长气势啊！这边也是做了一次潜顶。对，然后 EMG 这边也是潜顶，哇，队友一个 TK， 一个造成完成一个三杀，这边逍遥补掉，谢立文也是被苏洛补掉。啊，这个有点伤啊。是的，二打三。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残局啊，
看看去那边。哇，这边的话是开枪开早了呀！哎呀，看到了很多人。那还好还好，零损伤，赶快回来。然后这边，哟，没事。哎呦，我的天，极限换枪，真的。对。但是这个枪声音肯定被听到了。一个伪善还不错，伪善还打掉一个苏洛，对，位置已经被确定，一打一，哇哇，伪善真的是难得见，难得见，难得见伪善打步枪，真的长，真的长姿势了，原来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换枪吗？确实好吓人啊。那你说楼这个头顶就是人，这个切枪是必然听到了，不过还是准。嗯，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特别的聪明，是因为你在头顶上知道他们三个人已经抱团，现在已经上二控B 控二楼了、那么我要是拿去打的话，我打掉一个除非顺速迅速的切出手枪，顺也不是很好顺，对，也是帮助队友，然后打了个二 v 三，这个残局打得非常精彩。嗯，烟雾之中，哎呦哎这差点是双方都没看见对方，对，那些烟雾真的太浓了，是估计苏洛也吓一跳，哦，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对，冒出来一个头，哇，这个雷还是扔得非常完美的。看一下美善也是在这个中端夹住这个管道口还有B控二楼，看他有没有收获，这么大胆吗？应该想摸一下 B 控的，哇啊、哦！现在基本上已经把潜伏者的位置给锁定了呀。是的，可是还有一个单点的潜伏者，应该是发现了没，还不得而知。哇、这全是侧身哦！哎，哎，这个摊枪了，是。其实差一点还能再聚一个，这个就堵了，三打三。哎，又转点了。那么现在苏洛是已经站到了小黑屋，发现 B 是没有人的。哎，这边又看到一个人，竟然收枪了。对。又是高低价。哎呦，还不错。啊，血量太少了。是的，9-7。啊，我们齐鲁电竞 LG 这边是已经拿到赛点了，是。线上赛啊，其实，那个不可控因素还是多，也不能给这些队员压力太大了。对。我有跟他们讲，我说这次要好好打呀，我怎么觉得这个外国队好难打呀？然后他说。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打不过怎么办？我说打不过就没办法，算了。他打不过也不能怎么办？对，尽全力去打。对，我就尽全力就好了。他说行，我们就当训练，让我们自己多努力就行了。对，毕竟这次的话 ，EMG 也是拿到 PL 的门票了嘛，更多的是要为 PL 做准备。大家就是通过这次比赛，哎，就是找到问题，然后更好的去磨合，然后更好的去进步。对，是的。哎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俩人，我的天，这个被反杀有点尴尬。是的，9-8，啊，有希望打平啊！不奶了，加油吧！这边选择了一个，又是一个潜艇啊！哎呦，这刘浩男友，好吧，三杀可以，又是个三杀。对对对，今天真的杀队友杀疯了。没有这李思俊的这个卡点位，哎、对，两个人还在对，就是伪善还在等拉过来，哎，没有狙到，是的，还是在防这个点位啊，防伪善这个狙击来架他，对，杀掉一个，哇，打平了，等一下，我给机会打平了，9-9，这两支队伍的第一次交手就打得这么难舍难分，这么纠结吗？哎，反正我觉得我看着蛮精彩的，对，蛮精彩的。尤其是就是担任潜伏 EMG， 他们打出来一些套路，让我们觉得，哎，意味深长。对，
其实我觉得 EMG 这边的话真的是临场这个反应能力啊，真的大家感觉他们的思路特别清晰。你看好几波的话，像齐鲁电竞这波啊，全面压制，包括一些快 r 啊、三二夹壁这些，把气势打上来以后呢，那 EMG 这边立马就做出了一些针对，我去前顶，我去前顶你，我不能让我说是我坐以待毙，我在这儿就等着你打进来。那么你们现在气势组打进来，我们守不住，那么我们前顶。那么其实也看到前顶这几分确实也拿分了啊。嗯，是的，而且说新进来的就是替补潇潇的话，我能看出来整个队伍感觉又感觉变得不一样了。对，感觉就、感觉好像真的是有的时候换一个队员呢，有机会换一个狙击手，感觉真的是高了一个档次的感觉，就有点灵性，就是上来开局先抽一个这种感觉，对吧？对，潇潇的这名队员确实是大家也看到了，这反应非常快、而且面对像这种老年机尾善啊，可以叫老年机了，因为这个年龄差比较大了，老年机尾善确实他能用自己灵活的一些身法之类的，先首先把这个伪善抽掉。其实伪善在这个 EM 俱乐部这个里面算是一个核心能量了，是吗？对，是一个残局啊，包括说是之间的一个狙击核心能量。所以说的话，确实是能看到这个齐鲁电竞 LG 换人之后的一个进步吧，一个变化，包括说变得越来越这种灵活了。对，其实我们有说过，齐鲁电竞的话，光看牌面的话，真的是一支强队啊，但是第一天的比赛打的是不尽人意的。那今天呢还好，然后就是看到了一些东西，最起码是有一些小小的套路啊，战术一些配合是在里边的。那么其实我也是很好奇，伪善到底多大了？20多吧。哇，现在20多都是老年了吗？哎，老年了。你看现在新人多少？蛋蛋后，00后，00后啊，00后，很多都是98什么的。你看你们那边98、97，对，98、97现在哦，属于你。正常年龄了，已经不属于说、对他们好像现在在职业选手里边属于正常的年龄，已经不属于年轻选手了。对，然后也是来到了我们的加时赛巷战。那么这边第一分的话 ，EMG 这边选择了拉一道，小小也是一个狙击双杀，炸死了。对，可能好像炸死。哇，原来一个对枪一个，哇，三个人一起拉。还有拉吗？哇，上一个双杀，那这边血量太少了，只剩下李思俊。李思俊只剩一点血，哎呀，七狙了！哎呀，我的天！哇，这是我们队伍，难道有一个新的狙击手出现了吗？就看这一局了，李思俊真的，我都不说了。哎，换了，一 v 一，其实一 v 一的话，一滴血也是有可能的。是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有看到是2打4啊。也是高低架啊，伪善是架一个高点，然后这边李思俊来拉枪。对，也是多亏这边伪善，其实这个枪比较高啊，杀掉两个。现在一 v 一个残局，他们现在双方都在绕，非常紧张。那这边李思俊要拉到这边了，都特别的，感觉要很久，真的。对，时间还多，不着急。就是看搜点，应该是快相遇了。哇、哦，又走了？不是吧？灵性走位，真的。这么纠结的吗？哇，走了。但现在的话，其实是李思俊要去找，对，要去找艾九了。对，因为他的血量是比较少的。哎、啊，他是想穿一下，是，也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那么还好是齐鲁电竞这边是稳住了。如果说4打2被人拿下这个残局的话呢，那真是太伤了。没错。哎，要选择一波拉中路，那中路是没有人的。这边李思俊也是抢到了中桥的位置。哇，邪恶打掉伪善，直接拉一个两个2换2。然后我先被吃掉，哇，这边来补水了。对，2比0。就起到狙击，能看到潇潇这把狙击的这个杀伤力啊，真的是。哎，刚说 nice 了 ，nice 了啊！不说了，潇潇就是下来不要说我。哇，四个残血，对。强刷，哇，2打1，是的，确定位置。你回来找人，
直接被打掉。对，其实向南这张地图真的是要枪刚，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这张图要打一波啊。嗯，我看一下现在他们现在难受，对，他们现在难受就是萧萧这个点位啊，就他这一点你一开始你要不要，就是你要不要说是跟他对。对，其实你他其实萧萧的点位他你知道他的点位，但是好像就是打不死他，这样这一个狙击的威慑力啊。对，枪快，对，一打三，哎呀直接被打死，三比一。选择是拉一边，哇又狙掉，真的是他这把狙击在枪战上这整场比赛下来吧，真的特别的亮眼。他关键的，他最可怕的都不止巷战，你知道吗？他爆破 TD 巷战都很厉害，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下一张的 TD 图啊！哇，这边是萧帝文扛住了压力，在我看来是噩梦啊，真的。伪善这边的狙击也是很强的，是，就是风格不太一样。对，这可能萧萧的打法更华丽一些。嗯，没错。哎，这边是中桥一波，哦呦，哇，现在又是叶枫和波野在三道啊，感觉现在拉三道的话好像 EMG 这边的话稍稍有一点弱势啊。是的，其实刚刚第一时间已经占了一些优势了，对，可是有点，对，在中桥上其实已经占到优势了，有点横了，就是还是要刚。其实你收一收的话，其实再过来的话会更好打一点。你再过去，你直接是压过去，其实他们在等你的。对，其实前几分的话，我们有看到他们双方都有在拉三道火拼，但是好像确实是齐鲁剑圣这边更胜一筹。是的。哇，天！还好，萧敬文收到两个。三个，刘昂南来补，又还你一波刷屏，剩潇潇，潇潇跑得好快啊，拎刀就走，哇、哎、哇，这个爆头还是非常华丽的，对，跑不掉了，是的，三比四。这兄弟头盔可以啊，面具。哎，这边的话又是选择一波拉三道，还不错。伪善是先狙掉了博野，是的。刘浩南这边又击杀，那么现在五打三，哇，我天哪，四比四吗？真的是好纠结啊！是，看一下这个巷战上这个发挥啊，潜伏的话还是蛮平均的，我们能看到保卫者确实有两到三个的大哥，嗯，一个叶枫，一个潇潇，两个人那个。这个十加，对，哇，剩俩大哥了，看一下这两个人能配合起来。位置的话是个单点，都是，哦，会有击杀，对，哇，这个就没办法一起强扎，哇，确定位置了以后选择逃跑，看一下叶枫。看叶枫这个位置吧，哎呦，拉出来了，拉出来就不行了。他其实刚才藏在墙后的话，还是有机会的，秒掉一两个还是有机会的。是的，四比四，最后一分了 ，BO1。对，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对，一切都回到原点了，就是这一分。哎呦，苏洛站出来了。哎呀，哇，只剩下伪善。门后狙，这没法了，真的。对，你这个位置，你这个位置令人绝望。五比四，那恭喜啊，齐鲁剑圣 LG 在。